车上。真的太酷了，那就不用害怕被司机骚扰，第二点也不用害怕司机绕路了。之前它有一个 app， 按开门它才可以解锁开门。在美国是自行车，闭着眼睛看都可以，旁边的车啊完全不敢撞。在台湾啊，肌肉睁大一点，不然你旁边的车都是闭眼睛的。交通有什么不一样？在美国是自行车，闭着眼睛看都可以，旁边的车啊完全不敢撞。在台湾啊，肌肉睁大一点，不然你旁边的车都是闭眼睛的。那不管你谁的错，冲就对了。事故率很高啊。高级车不是都有选配吗？电动座椅还是什么？台湾的车每一款都有选配，放前面跟辣椒水。在美国有哪三宝？跑车、辣妹、吃汉堡。台湾的马路也有三宝：阿贝、大妈、台客好。台湾每个人都有棒球棍，那你有吗，虎哥？这可不可以？